一直约不到榕树餐厅吗？可以考虑去这家休闲农场走走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跟榕树和狐獴互动。农场里有很多可爱的动物跟有点好笑的草泥马，这里的动物都被照顾得很好，而且很亲人，地点也很棒，就在梅花湖的旁边哦，快去走走吧。哦对了，附近没有提款机，记得先领钱，别忘了按赞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